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返嚟《威星力娟》第24集。咁啊，由今集开始就开始系，就系、是、一路系咁清嗰啲比赛噶啦，所以就可能会好闷噶啦。既然系咁，得话街。因为我记得呢，由呢晚开始，北环滨都已经有好多好车啊。睇有冇机会遇到先。咦？嗱，粉红色呢部。好似有个。有个加起步，计落我哋其实差唔多嘅。一个新的设定，唔炒车算偷笑啦。咁啊，今日我系开咗喇叭嘅，不过比较细声啲，唔知道收唔收到音，收唔到都好啲。如果唔系就会好杂啦。啊！佢仲有錢嘅添，即系又系可以俾你攞分嚟換錢啦。佢呢嚿好撚勁啊，勁過曬你以前裝嗰啲咯。爭在啦！你應該係仲有啊，係有好多好多好車。你有你，但好似冇咩嘢攞喎。放你一馬。搞咗呢个先，冇记错，好似系连续几多场，即系三场。好似连续四场，打咗两个傻仔先。劲香。零至四百，好彩啱啱醒目，插花解马戏啫。哎，屌，你急尿嘅。即系如果平时唔系录影咧，我玩呢个我系试过挂机。点挂法呢？我就会系即系请十个比友啦，跟住就即系因为我模拟器系视窗化嚟噶嘛，跟住我就会喺嗰度踩住个比友咁，跟住按翻出去，按翻出去桌面嗰度，跟住佢喺个游戏入边就一路系固定按实个交叉嘅，咁就可以挂住嚟玩玩玩一场啦。佢完咗，我按翻入去按个掣，跟住又继续挂啊嘛。即系佢迟下，唔系迟下，应该依家都有噶啦。佢有个咩八百匹以上，定系八百匹以下，
跟住或者1000匹以上嗰个，跟住可以用嚟赚钱啊嘛。跟住你就可以一路系咁玩，系咁玩，又懒得自己揿啦。跟住搞到佢系最快嗰个设定，跟住就咁挂佢喺度，挂住讲添。浪费些时间。第2回合系咧，打咗嗰两个傻仔，跟住之后嗰两条女系揸 R32 嘅，两个都系黑色，啲装仲要一模一样嘅，跟住系张贴纸唔同啊，我都系攞佢哋贴纸先嘅。唔使惊冇得再玩，因为之后咧佢哋好似系会去箱根嘅，咁过到箱根仲可以再挑佢哋，劲啊！咪依家都要快啲升 NS 呢个引擎，好有用啊嘛，因为。FCL 啊，可惜啲嘢冇乜用。当然你有分多，跟住又吓对佢有爱，你可以立晒佢成套，跟住就咁用原装嘅 FC， 跟住就咁改咁啦。一条黄，令我觉得啲拎黄色好假，即可能系嗰啲游戏整得假啦。所以一般啊，嗰啲咩红色啊、黄色啊、蓝色我都唔会用，因为真系好假。15场咗10场先升，哇！罢啦，个升多格就够啦，升多格跟住我装，跟住就装到799咧，跟住我可以挑个800匹以下嗰个。所以等阵都要升下级跳下机先啦。咦系喎，咁唔爭在咁啊，可以過去玩 C1 啦。係啊 ，C1 仲有兩條友未挑啊。不過595車隊啊，呢一晚係有3個人，我就贏一個啊嘛。上集贏一個。猛啊！那个手掣放得好埋，暗掣声咧好劲。噔噔噔噔噔。走咧，系咧，直接就已经去了。咁诶，喺度揾多次有冇啲靓车先。如果冇就即刻去 C1。见你走咁快，实系有啲好嘢嘅。普通極都有限啊！哦，喺呢部啦，啲轉子引擎迷就應該會識噶啦。佢應該
应该都几多嘢攞下。哇！我仲以为一路贴住边唔撞，好咁神奇啊！好。 之前即系同依家个差别系几大，依家部车快又识飞，三转置引擎，即系转置最强啦，简单啲讲。但系佢就始终唔够啲劲嘅引擎快咯。中意可以攞嘅，攞食先。佢只识嘢系独有嘅，得佢先有。 學就學就，我記得最尾嗰晚都會有嘅，即係爆咗機之後都可以咁樣揾。但係正常嘅話，就呢度攞埋會好啲咯。唔喐喺度補。 巴士喐咁快，有古怪。我覺得你古怪啲啊！ 想同我抢，想同我斗快。阿卢33有咩呢？好似好普通嘅，但系望落冇乜特别嘢啊。后半段冇记录。 哎呀，咁啊讲翻咧，其实原本条片琴日就已经系要录噶啦，但系就琴日就攞咗啲时间咧，就谂住去即系试另外一只 game 嘅一部车咁啦，跟住谂住做个车评啦，但系点知咧，即系。 我后制加背景音乐上去嘅时候，跟住首歌又有啲什么版权问题嗰啲咁啦，佢未算系版权问题啊，系嗰咩第三方问题咯。诶，啊呢嚿嘢就系、是、诶、啊 GPS 佢有写系迷你型，就好过之前嗰嚿，之前嗰嚿太大嚿重啊，呢、這个就轻。 但系查实就对我就完全冇用嘅，不过因为佢系一样罕有物品，所以都系攞咗先，就系咯，所以琴日就用咗好多时间，想住搞嗰只 game， 跟住点知就搞到最尾上传嘅时候，跟住有问题。 当然都系好好快，跟住跌咗条片啦，我自己吓。你多次冇嘢拎，还冇嘢拎，你多分啊。America Dream， 后轮啊，攞唔攞个引擎嚟玩下咧？佢引擎好似系冇乜用嘅，我记得系好似210匹左右嘅啫。头先好似有塌，有立过下，但我冇认真睇。 同埋几多波都唔记得咗添。哎呀！
同埋其實咧，我係有咗有呢啲遊戲嘅嗰個什麼咧，可以算係資料網啦。咁今集擺定係爆機先擺俾大家睇好咧。不 過其實如果有興趣嘅，你自己都應該揾過啦。佢個網頁個名，個中文名就係、是、即係嗰個日本人佢自己整個名就係嗰個咩？橫濱最遲傳說啊嘛，跟住就係咯，佢自己就有就去擺晒佢自己啲心得啊，跟住同埋每一關嗰啲資料上去，我覺得佢真係好有愛心啊！即係呢啲嘢真係。唔係話單靠有熱誠就做到嘅。有冇嘢喎？嘟嘟嘟嘟嘟。又叫我紅色貨倉啊！好似系要过某啲剧情先，你已经唔系好记得个顺序啦。唉，就搞咗你先啦，有啲咩系未清啊？系 一场都未玩过。相信大家头先都睇到隔篱嗰边系有呢个冇杀掣同埋冇手杀嘅，嗰两个就玩命嘅，即系唔识玩嘅话濑嘢啊！当然我嘅玩咗呢啲热咗身先啦，安全起见啊嘛。太快啲咩？不過其實佢冇殺。即系唔俾你刹车嗰个咧，就其实就唔系好难嘅啫。佢只系系咯，就系冇得俾你刹车。跟住，但系你点讲咧？佢个要求系冇咁高啊。嗰啲对手就好早已经会刹咗掣噶啦，好早就停咯。即系你只要喺个范围内，你停唔到就赢硬啦。所以對手唔難咯，係考你自己識唔識停嘅。嘟嘟嘟。都要練習定啊！練習定唔刹车。
你分兩個咯，上邊嗰個就有得俾你拉手剎，都好過冇噶啦。喺佢下邊嗰個就直頭連手剎都唔俾。望一望，啱啱過咗廿分鐘。清晒呢个先啦，快啲添，搞掂晒啦。错多咗，错多咗。有得咳，实在太人道啦！呢啲实在太好啦。磅水，磅水，基本上依家就开始就啲钱系赚到唔使嚟啊！只要冇好似头先咁兴奋得滞，错多咗就得，错多咗我又谂起林峰啦，冇计啦，你错得咁出名，我觉得呢排咧就 TVB 有点讲咧，系有意系收埋佢嘅。同埋，其實衝上雲霄主題曲嗰度咧，我覺得係佢哋心計，即係諗住咧林子祥嗰首就特登唔收，跟住啊等你哋有個對比，我覺得片尾林峰嗰首好聽。但其實如果佢哋揾第二首歌同林峰嗰首比嘅話咧，咁啊可能會大家明啦。你林峰 fans 唔好打我。最多 dislike 我啦，但系佢呢个行为啊，实在系太过明显啊嘛，我觉得 TVB，哦，呢个10万，即系等阵系20万，跟住完之后40万，即系玩呢3场有80万，哦，正。咁幾好嘅，不過其實都唔夠快，都係0至400個快啲，8秒鐘一場。所以要賺錢都係玩0至400嗰個啦，唔係玩啊，係刷啊。不過都要大家識改嘅，你首先你要油咁輕得咁輕，部車啊。跟住個起步有咁快得咁快，然之後馬力就教到去就888以下，最好去到799啦。唔係，要嚴肅少少，要集中啲啊嘛，啱嗰頭啊。頭先講到邊啊？0至400，20万，同我记得0至400嗰个最尾都系同呢个价差唔多，好似都系第一场10万嘅20万、40万咁，所以基本上过咗横滨 GP 之后就唔使惊冇钱用啦。相反，如果你一开头就有储钱嘅习惯呢？嚟到呢度就會變咗好多好多錢嘅，基本上你又可以掃貨，掃唔停噶嘛。咦，咁快嘅？
记住，人越慢都唔好快。咁就系完全唔杀制，唔收油。唔系收油一定有噶啦，佢自己收嘅，就可以完全唔杀制，唔拉手杀，就系咁样玩啦。但曾经我有试过一次系波都唔使挫嗰啲，即系就咁一收油去到最尾，跟住佢自动停，夜卖。我真系好好彩啊！嗰次。系啦，就清晒佢先啦。今集清晒呢个高岛 VR 图。呢个就可以手杀啦。最难嗰个都搞掂咧，有咩难到我？就系讲翻头先个问题，就我挂住搞第二只 game， 跟住冇睇时间。咁所以依家咧，其實係朝頭早嚟嘅，咁就係大家翻工之前，我就可以錄，咁啊錄完啊剪完片，跟住可以，即係就咁擺喺屋企啊 up 咯。不過咁樣其實係好唔環保，又快咗添，你又要唔喺屋企開著部機？定还是我收工翻嚟先至再 upload 咧？系啦，反正大家都等开啦。睇下定转片转几耐啦。同埋依家即系录片个时间都要转，又要转喺日头度录，即系朝头早录。因为夜晚嗰段时间，依家佢哋又喺屋企，即系佢哋转更啊！佢哋变咗系翻早，咁啊夜晚就喺屋企。不过即系我家姐嗰啲就合作啲嘅，相信叫佢哋唔好嘈，应该都会录到。又点都好过我阿哥嗰边嘅。咁早就殺嘅，真冇鬼用啊！呢啲人嘅，人做电脑，你做电脑，做到你咁冇志气。学下你波士啦，你波士镬镬都冲到最前，得翻半格俾人赢嘅啫嘛。我冇得手，冇得殺制又真係驚啲嘅。啊，其實依家真實仲有冇人玩呢啲嘅？我係記得十幾年前係有嘅，依家真係唔知啊。個個都驚沖落海，唔玩了。依家我就已经谂到呢一集个名啦。每一集录嘅时候，我都要谂定嗰一集系叫咩名。如果录嘅时候谂唔到咧，就要转片嘅时候就谂啦。即系睇翻自己条片，跟住睇下嗰一集嘅重点系讲啲咩。正常都唔会话谂唔到嘅。好，又搞掂一个，咁啊需要设定一下啦。800K 字应该唔难啦，系咯，我都800K。咁我知点啦。大家都应该知点啦，系靠呢个中华街杀手啊！
埋玩呢个模式呢，越轻嘅车都系着数啲嘅，佢收油会收得快啲。同埋，如果你部车重呢，你刹车都会慢啲。即系有时如果你要急停嘅话呢，可能会停唔切，跟住飞落去啊！屌你咩个金山毒霸，删咗佢先。我而家话输入去，唔知见唔见到咧？你哋应该唔怕嘅。冇办法，我又谂唔到用咩防毒，系平衡性啲咯。即系我系知好嘅，一定有好多系好过佢噶。但系点讲呢？但系如果好似360嗰啲咁呢，360又太废，即系装到佢好似冇做嘢咁嘅。即系明明有啲病毒，佢都唔扫唔净咁。佢金山就做得好就系呢样嘢，就起码佢真系病毒嗰啲，佢都会删。但又唔会过分敏感，因为我有试过 NOD32 同埋卡巴斯基，哇！咁早就停，都好嘅，悭翻时间。跟住系咯，试过几种卡巴斯基就好过分咯，少少嘢都话系病毒。跟住 NOD 都系差唔多。有睇开片嗰几位讲下你哋用咩防毒啊？同埋咧，我有试过就系用嗰几个防毒就搞到有啲 game 玩都玩唔到啦。佢直头话只 game 系有病毒，即系我当堂吓咗一跳。诶，话只 game 有病毒。我直头连个经络安装档都话系病毒，咁你冇嘢讲啦，我官网下载嘅，你都话有病毒，又系咁早就停，太好啦，我悭翻啲时间咧，好长噶嘛条路真系。真系八个，你咋？我哋啱啱喺度夹紧个电话，冇办法，系无聊少少啊，系咁玩呢个场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无聊。冇计噶，话要完成条件，咁咪要玩啊！唔通我录得好求其就咁完咗算咩？停啦你，仲想嘥我时间？我喺你前边等你停啊！几寸啊？甲虫？竟然系甲虫？啊！你停我先停，你唔停我唔停。得咁少钱，系咁啦，二环跟住嗰个系好似系1200-1200，咁啊可以转翻车啊！最多唔装氢氧化咧，仲要加磅添，唔系唔装就得嘅真系。我呢阿母，走音添，好怪鸡，算啦。暗蓝色又几靓喎，部车靓嘅。好似唔记得咗呢个样嘅点？哇！
好笑啊！重口味，剩翻个包围啦，唔轻量，唔重量，呢个都唔够添，我屌！喂，拧身，讲啲无聊嘢啊，朋友。唔无聊啦，真系拧身啲啊嘛，赢几多？嚟啦！哇，1800，哦，即系最尾嗰个系1800以上，咁啊死啊！我好似冇咁重喎。冇咁重嘅殼添，即系等阵要出去揾部巴士或者货柜啦。冇理由争佢一场啊嘛，系咪先？系咩？阿乔喺度咧做准备啲车啊，急苦佛脚啦，好似冲快咗。咁點算咧？哎呀，大鑊！咦、欸，咁就一贏，真太好，真太好人啦！感謝你，嗱呢筆錢我唔收俾翻你得唔得？哇！出面部電單車會響下喎。唔知道聽唔聽到啊！你哋唔係，其實我都算係點講咧？為咗趕進度而冇我平時玩嘅時候拖得咁慢。因為我平時玩，我真係可以。停喺一晚度玩兩日咁嘅，咁我拍呢段攻略嘅時候咧，去到中段之後我都好趕下，係咯，搞到好似淨係玩咗啲重點比賽，跟住都冇乜喺街度挑，搞到有好多嘢其實我都。好多次要唔重要嘅嘢我冇攞到咯，即包括系一啲车壳啦。就等于第九晚喺高速公路嗰度嗰个保时捷，我都未攞啊。所以喺呢一晚开始，我都会系。用翻啲時間去做翻呢啲嘢啦。因為依家都已經係去到尾聲啦，個劇情已經進入到白熱化階段，即係起碼已經黑白分明啦。你知道邊啲係好人，邊啲係壞人咁樣嘅嚇。即係開頭好迷惘噶嘛，邊個好邊個奸，你都唔知噶嘛。好啦，就系1800呢个未有，我睇清楚啲先，不过应该都系冇噶啦。加到好多噶喎，所以就出去揾咯。巴士一系就直接睇有冇得买加磅，
博云宾超市，我哋嚟啊！呢度仲有个泥地菜添，阴公啊！全部都系啲咁长嘅，不过佢都唔算长啦，呢啲唉，点都好过 C1。嘟嘟嘟嘟，有冇得买先？我顶你耶！反正我钱多，咪嚟睇下有冇先，睇下有冇夹啊，有乜装嘢。又有噶噃，啱唔啱啦？迟下可以用。啊，装翻啲正常嘢先。我又 feel 到开始窒啦，会唔会又冇位咧？唔系啩？喂，有加400，咁咪有机会啦。猫衣专用，扫埋啦。咁依家啲錢真係開始多咗用曬啦 ，D 六 C 好似都有啦，係咯。揸住啊！400、500，计埋个底盘重量应该搞掂。都唔够喎，逼我转埋引擎，加重，屌你，都唔够，补咯，好似已经系最重咯，系啦。塞到两个推步上去，再塞 ，yes， 喂啊，有什么难到我？区区个几廿几字，等阵完咗第一回合咧，就我又暂一暂停睇下啲位先，我真系惊唔够位。好正嘅呀，巨爆，冇得望。喂，起步冇得望，算啦，唔好咁快啦。大不了咪拖波，因为其实佢依家减速都减得好慢，
危险啊！哇，你系咪咁快啊？好，我引你。同埋，其实佢收仔都收几快啊！好，我暂停去睇一睇啲位置，等等啊！粗啲，认真啊！你逼我啊！明明就拆咗。记得刹车系好慢，唔通我嗰阵时冇装翻个 brake？好似差唔多嘅，我头先濑嘢。早知就早少少收油啦。可以再慢少少。又系咁少钱，咁少钱你唔好整咁难玩啦，咁都系难玩，又唔关啲车，其实唔系难玩嘅。即系买咗咁少钱，我抌咗好多钱落去，呢场比赛，有冇谂过咧？投资者嘅心态，再慢啲先，今次就应该 OK 啦。只要你俾到机会，我可以使出我嘅拖波大法，系挫波大法。都系做咗添，我见到赢到我杀，好危险啊！咁样，最咩场啊？快快快！干巴地干巴地，一系咁，其实话时话可以转翻个引擎嘅，反正加推保佢都加重啦，咁我谂唔到嘅不如。轉咗引擎先諗到，仲可以再慢啲，因为佢可以用翻嗰部车，佢应该有加保，唔系应该有，系应该系一定有。用加保其实应该着数啲嘅。好彩，最尾嗰笔都叫做合格。转翻啲嘢，迟下都要升啲库啊！一系就睇下我嗰阵时攞咗林宝嗰个库嚟咯。呢部就等攞到个 Diablo 包围先再用，佢其实 NS 我都可以留嘅啫，不过嗰阵都已经系爆机嘅，都系算啦。
即系冇第二种色谂啦。玩到白色啦，系。人生。區區個少少草涼有嘅啦，同埋個 M R 到升完都要升第二個，不過唔趕嘅。同埋有留意到嘅話，大家應該都睇得出我中意升，中意五爪拎。明明就唔係咁適合部車嘅，但我中意啊，吹咩？好啦，今日就係咁多啦。睇沿途望唔望到有啲好車啊？跳多場，兜到呢？其實冇乜難嘅，唔識車咁難。巴士，哎呀，俾佢走甩咗添，仲要誤傷第二個。哎呀，可惜可惜，得隻色。我好似有一晚都唔記得咗佢部谷爸有啲貼紙啊，但係真係唔記得係邊一晚啊。我又要抄翻個資料嚟睇。都有300公里，依下速度實在太猛了。明晚就啊，今晚要過去 C1 度搞掂曬佢先。啊，咁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。靚女店員。個時間正正常啦，正常嘅話照舊都係會同樣時間，跟住一日一集。如果冇乜特別嘢搞的話，啊係啦，中意就俾個 like 啦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